你今天晚上找个地方把秋萍搬过去。对，今晚就搬。不不不，这事儿你亲自去办，不要委托其他人。好，我打电话给秋萍，让她收拾东西，就这些。晚上啥？晚上还干呢？不干不行，事挺多。我明天还是想去看看秋萍，我挺担心她的。哼，我估计黄向天会把她安置到另一个地方去，把她送到外地去。反正她不会再让我们接触她。啊，是这样的啊，这个门呢在这儿，这个卫生间在这儿，床在这儿，窗户在这儿，另外一间呢正好就跟这个相反，床在这儿。哎，那个他们俩的床都靠了这堵墙。对，只能是弄开窗子跳进去。四楼，你怎么跳窗户？我看还是先找个鸡。我就不信那个姓池的一点荤腥都不沾，他不是打光棍吗？不行，他又不是傻子，在这关键时候他肯定是心惊不沾的。鸡给鸡不一样，有些鸡啊本事大的呢，只要电话这么一接啊，这事儿啊就成了一半了。可以试一试，不过不能寄予希望。王总，要不咱们找个鸡，那个装成那个服务员进就好办了。那你说什么时候？半夜在他那个睡觉之前进去不就行了吗？穿得整整齐齐的，那女的脱光衣服不就完了吗？那你说什么时候脱？算了算了，你们两个这么争有啥用啊。高总，听好了没有？还没有。时间不早了，这不正想着吗？难度挺大的。保安方面联系好了吗？已经联系好了。那个不行，让咱们的人穿上那个保安的衣服也可以呢。现在主要是那个行动方案的问题呢。现在有两个方案，一个呢是直接针对那个姓池的，还有一个方案就是连那个女的一起烧上。我不管你们有什么办法，今天晚上必须干成。喂，先生，啊，对不起，打扰您一下，请问你是省报来的客人吗？是啊。听说你正在采访西平煤业总公司是吗？对。我有个要紧的事儿想找你谈谈，可以吗？什么事儿？西平煤业总公司的北山柳家窑矿最近出了个事故，现在外面还没有多少人知道，你感兴趣吗？哎，你是谁？您就不用管我是谁了，见了面就知道了。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？我有个亲戚在这次事故中死了，我想为他说几句话。你想在哪儿见面？我去你那儿可以吗？时间晚了一点吧，明天一早可以吧？哎呀，
明儿一早我就出差了。你离我这儿近吗？啊，我就住在市招待所对面。那好，你来吧，我住在3407房间。你房间里还有别人吗？我想和你一个人谈谈，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没有别人。那我就到你那儿去。喂，还没睡呢。对不起，你穿上衣服到我这边来一下吧。哎呀，我都准备睡了，你什么事儿啊？有人要来。哎呀，我困极了。那也过来一下吧。哎，美女。这么晚了，谁来呀？哎，是个女的，要不然不叫你过来了。漂亮吗？没见过。听声音年轻不年轻啊？听声音挺脆，也挺甜的。那你叫我来干嘛？你看看。啊，来了来了。您是省报的吗？啊，对。来，请进。哎。啊，请坐吧。先生，您贵姓啊？我姓池，你是？哦，我姓杨，叫杨美丽。哦，那和我们这个同志只差一个字儿。哦，是吗？池先生，嗯，你长得好帅呀。有什么事儿，请说吧。哦，我们能单独谈谈吗？啊，这是我的同事杨记者。哦，啊，看来我们500年前还是一家呢。坐坐坐坐。哎，坐。哎。杨小姐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如果太晚了你回去也不方便，有什么事儿请讲吧。是这样的，我家有个亲戚在北山柳家窑矿工作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高小山，在井下工作，前几天出了事故，他就死了。一共死了多少人？我也不清楚，大概死了7-8个人吧。那你找我们想说什么呢？矿上到现在还瞒着不报。这些我们都知道了。北山柳家窑矿现在也承认有事故了，但是在死亡名单里没有叫高小山的。是吗？那怎么回事？我们也不能光听你说，你得拿出证明来，比如说有伤亡证明、抚恤金证明等等的。呀，我没带。你知道事故的原因吗？不太清楚，
是塌方吧？不是塌方，是瓦斯爆炸。你怎么连事故的原因都不清楚呢？我没细问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儿？是谁告诉你的？我是听说的。听谁说的？我不说行吗？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有了。你要有证明呢，欢迎你给我们提供，我们很需要。哦，好，我回去找一下，给你们复印一份。行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太晚了，不留你了啊。那我就先走了。谢谢你啊，再见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哎。门开着吧，啊！哼，这人有点可疑。是不是他们拍的？怎么连瓦斯爆炸都不知道啊？说不定。你说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电话？你不是说你不会上当吗？夏副市长，还没睡？我也没睡，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是关于那两个记者。你能不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？该干了，该干了，快点！行，来，行，准备，报考，快！快去！黄市长，我也有同感。他们没来几天，事情搞得越来越复杂。看这阵势啊，他们不搞出那名堂来，不肯善罢甘休啊！都查清楚了吗？就是上级机关来人，也是怎么回事儿？我们没有护短吗？他们提出的所谓证人都找不到吗？我真不明白，他们还想要什么？他们原先说今天晚上要走的，结果还是没走。我看这样，要不要跟省报的熊总编打个电话？对。自己的人呢，谁家的孩子谁抱回去。你们几个都是我的哥们儿，今天当着周矿长的面，你们可别丢我的人呐！啊，听见没有？好，走。
喂，喂，谁挣的钱？就那个女同志住的那个隔壁，就我们这个隔壁。他怎么跑你这儿来了？我房间有鬼，不，又有坏人，你们赶紧去抓！你们站着干什么？你们那间没人，这屋有坏人，知道吧？那间没人，你想看吗？我给过去看看。没人，你站开！出去！你们都出去！出去！你是干什么的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是申报的记者，你们赶紧出去。强奸？这不让人盯上吗？瞧他一进去，不见喊保安了。这男的岁数还挺大的，女的还挺年轻，长得白白净净的。哎，你是几号房间的？我405的。哦，你呢？409。啊，你呢？我408。啊，你呢？403。哦，这样，你们现在先回房休息去吧。需要你们证明的时候呢，就证明一下。等等，他们成功了，我们也衣服都没让他穿。啊，那女的呀，跑到了男的房间里边去了，只带了个奶罩，穿了个三角裤，那男的连衣服都没穿。那拍那个照片已经送洗印去了。这一招损了点儿啊。喂，是我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您休息。哎，黄市长，有个事情呢，我不得不向您汇报一下。刚才那个于所长啊，就咱们市委招待所那个于所长给我来了个电话，说呢到我们公司采访那两个省报记者啊，对，就是那个杨记者和那个池记者嘛，他们两个人不怎么，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？哎，就是通奸，这被人保安当时给抓住了。会有这种事情？是，你看你说这个事儿弄的，我们也没有想到。刚才那个于所长打电话，征求我的意见。嗯，是，对，两位记者是我们市的客人，您说我怎么好拿意见？哎呀，这种事情我们也不好拿意见，大体属于个人私事吧。两个记者睡一块儿，俩睡一块儿了。但是啊，现在双方呢僵持得很厉害，
这个持记者和杨记者呢，认为保安呢是在侵犯人权，对，还甚至是陷害他们，表示要上告。保安呢就要求他们两个在事情经过的材料上签个字。现在弄得很僵，我看必须得有人出面处理一下才行。那好吧，我让夏副市长去处理一下。总的原则嘛，还是要保护两个记者，都是年轻人嘛，又都是单身。这件事情要不要通知一下徐玉萍？杨明丽是徐玉萍的女朋友。就这样啊。夏副市长，你刚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呢，这件事情你要通知小许同志吧，好像故意给他难堪。可是你要是不通知呢，这种事情又好像对小许同志不尊重。是啊是啊，这个问题我还没有仔细考虑。这样吧，你通知一下徐一平，他愿意露面呢就露一下，不愿意露面呢也不勉强，要充分听取徐一平的意见，还要维护徐主任的威信，他还要工作嘛。另外我看这件事情市里面不要急着出面，还是由招待所和两位记者之间让他们双方去协商解决。如果市里出面太早的话，恐怕对他们不好。这样最好，我呢按您的意思去办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夏副市长，那个小阿姨还用着吗？哎，宗毅，报社小刘那儿，能去打个招呼。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？好，我马上给小刘打个电话，让他去招待所，捉奸现场采访。滚出去！谁派你们来的？啊，你说，你们签个字，我们立刻就出去。还敢把电话线抢了，我警告你，今天在这儿发生的一切事你们要承担一切责任，明白吗？吵什么吵啊，我是所长。所长，这两个人通奸被我们抓住了。哦，石记者杨记者，怎么会是你们？你少给我装蒜。我问你，是不是西平煤业公司支持你们这么干的？放着坏人不抓啊，不保护客人，反而来陷害我们。你叫这些流氓把衣服给我们拿来，我们要穿衣服吧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告到法庭。你要这么说话，我可把脸撂下了啊。这是你们自己不检点，我劝你们还是认个错，就把衣服还给你们了。那你们闪开，让小杨到卫生间把衣服穿上啊，闪开。好，你们都出去，让他去卫生间穿衣服。把帽子拿来。没错。我告诉你，知道他是谁吗？
她是你们市经贸委徐主任的女朋友，我们都是省报记者，你们敢这样陷害我们啊，我饶不了你们。把电话给我接通，我要跟夏市长还有徐主任说话。你想找谁都行，不过刚才的事儿总得有个说法吧，你得签个字，我们也好有个交代。听见了吧，他们也不好交代，你不给他们签字，他们也不好给你衣服，世上要来人更不好说了，你还是跟他们签个字，以后的事慢慢谈好不好？你们这是在犯法知不知道，你们这是在限制人身自由，侮辱人格，侵犯人权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但要把你们告上法庭，我还要向省报反映，让整个新闻界都知道你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黑店。好好好，你愿意让你就嚷嚷吧，你让到天亮也没关系，你嚷吧。走，快进去，进去。我完全相信姓池的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，他一直对名利是居心不良，我也是太大意了。美丽的，在卫生间里。小猫。你都看见了，刚才他们就让明丽蹲在这儿。我都出去。哎，把衣服给他们拿过来。徐主任，他始终不肯签字。签什么字？你也给我出去。明丽啊，是我，雨萍，你开开门。快穿上。姓石的，我是看在明丽的份上才让你穿上衣服的，明天你就给我滚回省城，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你相信他们的话？不是我相信不相信，这事实就在这儿摆着，你们让我在全市人民面前丢脸。如果你不肯相信这是北山柳家窑矿对我们的陷害，那就说明你一定要站到北山柳家窑矿这一边，是吗？你说北山柳家窑矿陷害你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他们说我们通奸，有什么证据？你们两个没穿衣服在一个房间里，这不是证据？难道没有人告诉你有人装鬼闯进小杨的房间吗？难道你还有道理了？我想跟你说清事实。什么事实？什么叫事实？我看见才是事实。雨萍，你来太好了，现在你该明白了吧，北山柳家窑矿出的不是什么小事故，根本就是大事故，要不然他们根本不会这么居心叵测来陷害我们。行了，你还好意思说？你给我留点面子比什么都强。我怎么不给你留面子了？啊，现在连我的话你都不相信了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我刚才受多大委屈？谁知道你是不是真受了委屈？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安慰安慰他。你以为我来是安慰他的？
你以为我是来保护你的？那你想来干什么？我来干什么？我是来和你把话说清楚的。够了，我受够了。我们摊牌吧。我是西平市经贸委副主任，我负的领导责任。西平市煤业总公司在我的管辖范围内，明丽是我的未婚妻。你想把这两样都给我毁了，我绝不能允许。如果你还要在西平市待下去，那我也准备豁出去了，我就直接到报社去控告你，控告你在西平市在勾引我的未婚妻。今天晚上拍出来的照片，我就可以拿出来作证。我也豁出去牺牲名利的声誉，我也要把你彻底的搞臭，搞得你身败名裂，无处安身。好啊，接着说。由你选择。如果你愿意接受教训，老老实实做人，回去当好你的记者，那么我们还可以有一点商量。我也不愿意把这件事情搞得满城风雨，我也不愿意我们俩搞得两败俱伤。我可以出面想办法把这件事情摆平，收回底片，封锁消息，由我直接向市里做出解释，把你们俩平平安安地送回去。同时我还有另外一种考虑，既然杨明丽现在已经是这样，我愿意做出牺牲，我来成全你们，也许事情就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。这就是我一路上来想的。说完了吗？你开出的条件是很可以的，不过我要坦率地告诉你，在你说出这些话之前，就在今天晚上，我已经转变了我的看法。我要劝杨明丽重新来考虑你们的关系，因为你们不是一路人，你也配不上她。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我觉得我更应该这样劝他。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男人，这么卑鄙，这么无耻。你把杨明丽当成什么了？当成你手里的一张牌，当成一个礼物随便送人？这让我不能不怀疑你的动机。与其说你不是真心爱杨明丽，倒不如说你在做出一种牺牲。你是想通过牺牲杨明丽来保全你自己什么利益吧？啊？徐一平，我和杨明丽之间不存在任何你所设想的那种关系，懂吗？我们是同事、同志，志同道合，仅此而已，也没有什么用来可以和你做交易的。杨明丽也不会允许你把它作为你自己的私有物品，对吧？
当然，你赶走了保安，让我们换上了衣服。哎，这一点我还是领你情的。不过我要劝你，你和北山柳家窑矿还有西平煤业总公司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，最好不要绑到一起，因为这样对你绝无好处。如果有什么特殊关系，我劝你最好到此为止，划清界限，请你帮助我们搞清楚事实的真相，这样对你的好处恐怕更大。也许到那个时候，杨明丽还会原谅你的，你想想吧。看来你已经做出选择了。在这上面没有什么可选择的，看来你还不太了解我，你也不太懂记者。好，我真希望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，让你享受自作自受的乐趣。请便。喂。跟我走吧，这不能再待了。明丽啊，今天晚上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，我会处理。我也并不相信你和池立强真有那种关系，但是你得听我的。你要是早听我的，也就不会有今天晚上的事。你说对不对？这是他们事先设计好的，而且还拍了照片。那底片我会把它收回来销毁，你放心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唯一能够保护你的只有我。
因为我爱你，真的。不管你对我有什么意见，有多少误会，哪怕你是不爱我，可我还是爱你，我愿意为你牺牲一切。你这话怎么说？我能把明丽怎么样？不过我告诉你，杨明丽是属他妈白眼狼崽子的，你就是把他喂大了，他也会咬你。这是高维权他们在陷害我们。明丽啊，就算是这样吧，你也知道厉害了吧？在西平市，高维权他不是一般的人物。你别看他在我面前他可以唯唯诺诺，但是只要他愿意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就可以去指挥像黄向天、像夏野这样的人。